记者王荣祥高雄报道。2017高雄妇幼用品大展惊奇，一连四天在高雄巨蛋登场，开幕首日即吸引大批爸妈参观。妇幼相关用品业者也卯足全力要笼络爸妈的心，有的推出各款优惠，有的规划现场体验，还有欧式风格传统月子中心缩小版进驻会场，让妈咪实际感受舒适的坐月子气氛，相当吸睛。主办单位说明，巨蛋妇幼用品大展堪称南部年度最大妇幼用品盛会，百余家相关业者齐聚会场，包括生活用品、服饰、脐带血、产后与居家护理、月子中心、月子餐、热门玩具、益智图书、科技学习等。此外，主办单位也邀请各专业讲师、医师与妈咪分享怀孕育儿大小事，还特别举办秋季宝贝运动会，给各个超萌宝贝大展身手。经开幕首日即吸引不少爸妈、新手爸妈、准爸妈参观，现场随处可见亲子互动的温馨画面。业者表示，可能是少子化影响，妈妈跟宝贝备受呵护，不只是孩童用品热卖，妈妈坐月子相关产品与服务的询问度也颇高。主打南法建筑风格与传统坐月子模式的华庭月子中心则指出，现场摊位是规划成实地月子中心的缩小版，开幕首日吸引不少爸妈探寻，多半是想了解月子中心整体空间规划、与婴孩照顾环境等，爸妈对于华庭风格印象深刻。活动相关讯息可洽02-27 97-9559。